你以为这条丝巾是在杆子外面吗？其实它是在里面。你又以为这条丝巾真的会穿越吗？其实上面绑了一个收缩器，把绳子绕过来，藏在丝巾的后面。只要松开手指，丝巾就会被绳子带到后面去。难道你又以为这把剑真的可以遥控它听话的飞起来吗？甚至还可以来个乾坤大挪移，绕身边飞一圈。其实随便准备一根木棍你也可以做到，在中间开个洞，绑上绳子，只要稍微练习一下，你也可以让这个木棍随你的想法漂浮起来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把这个可乐瓶的拉环给它拔掉，真的可以瞬间让这个拉环还原吗？其实这个拉环是可以活动的，把它拿出来，上面有个磁铁，把它吸回去，这个时候后面有个机关，把磁铁再吸上去，把底下这个备用的给它取下来，然后贴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假装把它拔下来，再往瓶底一拍，吸在瓶底上。好，在旁边把机关打开，拉环就还原了。你看明白了吗？